Hello， 阿达。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说，开球要怎么开？因为大家看到身材瘦弱的女生可以开出很大的爆发力，而很多很壮的男士却开不出力量。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解密，开球不是靠蛮力，而是靠整个身体的协调性，还有出杆的速度。开球的时候呢，我们正常白球是放在这个位置，那你的架手呢是拇指贴住球杆，食指扣过来，中指顶住球杆，哎，然后呢右手稍微往前握一点，因为正常打球我们是垂直，但是开球稍微往前握一拳，然后整个身体啊，你要有一个非常稳定，脚尽量往前站，然后瞄准之后呢拉回来蓄力，这个时候身体都不要动，然后啊打，然后开出去。对，好，正式示范了啊。学到了吗？喂？啊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一会儿见。好好好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邀请我去他的新，那我们去吧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就走，走吧。冲啊，小伙伴们，走得好慢啊。小婷姐，小婷姐。